高僧行仪不朽传奇，欢迎收看高僧传奇。在上一集节目中的最后，达摩和他几位正式收入门下的弟子慧可、道玉、倪总持和道父，历经重重的波折与考验，终于因缘具足，一同齐聚在少林寺里。他们师徒之间还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今天的高僧传奇系列，我们要继续来向大家介绍达摩祖师传奇的一生。时间过得飞快，菩提达摩来中国弘扬佛陀心法，转眼间已经超过了9年。达摩有感觉自己在东土的因缘将要圆满了结，他决定要将自己的法门正式传授出去。只是达摩虽然早就心有所属，看中慧可能承担起传承心法的重责大任，但他也考量到私下贸然相传恐怕会引发部分少林僧众的不服，让有心人士借机挑拨是非，这不是达摩想见到的情况。因此达摩有意在众人面前好好测试他的弟子。这一天，少林寺所有的僧众做完早课后仍聚集在大殿上等候达摩的开示。达摩缓缓地说，我来少林寺有一段时间了，平常都是你们有问题问我，今天换我问你们。你们跟随我学佛法的这段日子里有哪些领悟，不妨各自说来听听。达摩一说完，道父便首先站起来回答，弟子觉得师父要教导我们的是佛法的真谛需要用文字说明，却不可以执着于文字，文字应当为道所用，方便宣扬佛法而已。达摩听完口气淡淡地说，道父，你的修行还要再更精进，你现在只学到了我的皮。道父点点头退下。接着倪总持站出来说，依据弟子的了解，佛法好像昔日的阿难尊者看见了东方妙喜净土阿处佛国，虽然有缘惊鸿一瞥，但我们感官所认识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虚妄不实，是在刹那间生灭变化的，所以阿难尊者即使第二次想再见，也已经不是同一个净土世界。用这来比喻描述万事万物的语言文字，也同样是虚妄不实，会随心念变化的。达摩听到倪总持的妙喻，微笑着说，倪总持，你对佛法的体悟比道父又进一步，明白世事原是虚幻，算是得到我的肉了。倪总持很高兴，何时向达摩顶礼叩谢完才退下。接下来换道玉站起来说，师父，弟子愚昧，弟子认为地水火风四大本来皆空，色受想行是五蕴亦非实有，整个宇宙万象都是空即虚妄的，世界并无一法存在，哪里是用文字语言就能形容论断的？若是可以用文字语言来论断，岂不是限制了我们对佛法的理解与修行？达摩听完道玉的话，十分欣慰，觉得自己来中土弘法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笑着点头说，道玉的修行又更深厚了，
可以说是得到了我的鼓。道玉一样顶礼完后便退下，而慧可呢，他始终静坐着不说话，等了好一会儿，达摩才开口问他：慧可，你又有哪些体悟呢？你也说一说你的见解吧。然而慧可依旧沉默不语，他只是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达摩的座前，恭敬地向达摩深深一个叩拜，微微一笑。这个时候一阵清风吹拂进大殿，卷起慧可断臂的衣袖在风中优雅地飘逸着，然后慧可就回到原来的位置，仍然是一语不发的。在场的每个人对慧可的举动全是疑惑不解，唯有道玉似乎有所领悟，而达摩更是满心欢喜不已。慧可这个微笑如同当年释迦牟尼佛拈花后摩诃迦叶尊者对世尊的会心一笑，代表慧可对心法的体悟已经到了相当高深的境界，才能明白教外别传，传佛心印的禅法真谛呀。于是达摩跟着站起来，语气极为严肃地对所有僧众宣布：佛陀往昔在灵鹫山上拈花传法，将正言法藏涅槃妙心嘱咐给摩诃迦叶尊者，再辗转相传给我。现在慧可得到了我的精髓，我要正式将法派交付给慧可。从今以后，慧可就是禅法在东土的传人，请各位务必以慧可为师。达摩话一说完，随即便脱下身上的袈裟，拿来自己的陶钵，一并交给慧可，继续语重心长地对慧可说：禅法虽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但为了让后人对禅法的传承有所依据，现在我将自己的衣钵给你，作为传承的法印。慧可，你一定要好好的护持禅法，让禅法代代传下去。慧可理解达摩的用心良苦，他同样深受动容地走出来，毕恭毕敬地来到达摩的面前下跪叩拜，单手接过衣钵，郑重地对达摩说：弟子必定尽心戮力地护法传法，绝不辜负师父的托付。说完再向达摩一个礼拜。少林寺大殿上的所有僧众都见证了这神圣的一刻，他们纷纷向慧可跪拜，一同尊慧可为东土禅宗的二祖。达摩当众宣布慧可成为东土禅法的传人，将衣钵嘱咐给慧可之后，便遣散众人，独留慧可在大殿中。慧可上前问达摩：师父，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弟子的？达摩慈爱地看了看慧可后开口说道：慧可，大圣禅法的根基在中土依然不稳固，你未来的弘法之路仍然充满艰辛崎岖无比，你明白吗？慧可给了达摩一个放心的笑容，语气坚定地说：师父，您别多虑，不论前方有多少险阻为恶，弟子都会用勇猛无惧的精神去面对，弘扬禅法。达摩点一点头，思忖半晌后又说：我的师父在入灭之前曾经为我预言来东土传法的机缘，
现在，为师也同样为你预言做诗记，你听清楚了。吾本来资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等我离开200年以后，大圣禅法将会遍布中土，开枝散叶，结果生根。到那个时候，不需要传授衣钵，世人也会相信无疑了。你要好好记着。达摩说完，又取来《楞伽经》4卷交付给慧可，接着说：“这《楞伽经》是佛陀心法要义的宝典，你可以依照此经拿去开悟世人，救济度世。”师父放心，弟子必当谨遵师父教诲。慧可泪流满面地跪着说，再次虔心地向达摩许下他担负起弘法重任的承诺。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不求闻达四方。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感谢您无私的爱心，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话拨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达摩祖师完成在东土传授禅法的任务之后，决定下山走走，看看中原大地的山光水色。因此，隔天达摩就在慧可与道玉的陪同下离开少林寺。他们一行人边走边欣赏风景，一路悠闲随性地来到了洛阳雨门的千圣寺。千圣寺是一座巍峨宏伟的百年古寺，香火鼎盛，每天来此的十方信众络绎不绝。尤其今天刚好有举行法会，人潮更是摩肩擦踵，把里里外外挤得是水泄不通。达摩很喜欢千圣寺的环境，打算要在这里挂单几天。随后师徒三人便来到了正殿礼佛。忽然正殿外传来一阵骚动，师徒三人也跟着走出去查看，只见一名身穿官服、相貌威仪的中年男子正在口气严厉地斥责一位小伙子。他说：哼，你好大的胆子啊，竟然敢做扒手，摸钱摸到了本官身上，看我今天怎么治你的罪。大人，请您原谅我吧，求求您原谅我吧，我母亲病到就剩一口气了，家里实在没钱了，才出此下策的，求您原谅我吧，我把钱还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小伙子痛哭流涕，不断地哀求着，旁边看热闹的群众则是不停地谩骂叫嚣，仿佛他们才是受害者。达摩见状，走到那位官员的面前，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是哪里人？您也信佛吗？这位官员同样合十恭敬地回答：在下是洛阳太守杨炫之，向来仰慕佛法，不知法师有何指教。达摩说：杨居士，如果我为您说法，您愿意做财布施吗？杨炫之一听大喜，马上回答：当然好啊，不过我要先处理完这个可恶的扒手，请大师到后面禅房稍等。达摩听了立刻回说：来不及了，我要和你说的就是，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情错，亦不舍愚而尽贤，亦不抛迷而救悟，达大道息过量，通佛心息出度，
不与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祖。达摩说完，慧可在一旁和杨炫之解释：世人向来嫉恶如仇，好用严刑峻法来惩戒，但我们同在佛门修行，应当先了解作恶之人是因为什么原因作恶，明白因果缘由，恶人未必恶，愚者未必愚，才是修行法门的正道。杨炫之知道达摩是要自己原谅这个扒手，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自己也不愿意再多做计较，便下令把人放走。这名小伙子激动地一再跪地谢恩，并且保证以后绝对是一心向善，信佛拜佛之后这才离开。达摩师徒看见事情解决，转身就走。杨炫之赶紧跟上前去说：大师对佛法的见解精辟，请您留下为末学开示。达摩没有停下脚步理会杨炫之，只有道玉回首说：我的师父达摩修的是直指人心、传佛心印的大圣禅法，凡事讲求随缘聚散，施主你可以请回了。这匆匆的一场会面给了杨炫之莫大的启发，日后他有感于世事的变化无常，写了一本《洛阳伽蓝记》，记录北魏的缘起变迁、兴亡衰盛，其中就包含达摩祖师的事迹。达摩在千圣寺的疗房里敷坐参禅，慧可和道玉也随侍在侧。此时一名僧人行色仓促地端来五斋，便赶忙离开。慧可瞧见后对达摩说：师父，刚才那位僧人是我从前云游时的旧识，他是菩提留支慧光的人，你之前曾多次遭人毒害，送来的饭菜你还是不要吃了吧。达摩听了却不以为意，照样泰然自若地吃下肚。不幸的事发生了，两天后的傍晚，达摩祖师被发现在禅房里敷家端坐，安然圆寂了。一代高僧东土禅宗的初祖就这么灭度了，留下了二入四行论等禅门心法，广披后世。达摩的弟子们悲痛万分地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河南的熊耳山上，北魏皇帝更是下令在这里盖一座空相寺，建灵塔来供奉。只不过神奇的事又出现了，在达摩入灭后的第二年，在遥远的西域银白冰川绵延横亘的葱岭上，北魏使臣宋云正在兼程赶路，准备回国复命。走着走着，一名圆眼高额、满脸络腮胡的僧人迎面而来，手中的禅杖上还挂了一只草鞋。宋云一时兴起，上前询问：大师，请问您一个人是要到哪去啊？我达摩功德圆满，这是要回西天去了。说完就径自往前走，身影越来越模糊。三个月后，宋云回到北魏觐见登基不久的孝庄帝，报告他出使西域的情况，顺便提到这件事。孝庄帝听完大为吃惊，达摩祖师早已在一年前灭度了，宋云怎么可能会见到他？难道是宋云欺君吗？于是孝庄帝派人与达摩的弟子到熊耳山挖墓开棺，棺材一打开，里面竟然是空的，只有一只草鞋。慧光和其他僧众见到之后全都跪拜在地，
菩提达摩将佛陀心法传来中国，开创中国禅宗，所追求的不仅是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开悟成道，更是行慈悲济世、度己度人的大圣菩提道。禅法传承至唐代六祖慧能大师，终于发扬光大，不仅成为融合中国文化最成功、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门，更是一花开五叶，发展成五个宗派。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传奇故事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高僧传奇的系列，欢迎您持续锁定。感谢您的收看，再会。